那从8月10号哈，我们这一波是到8月9号哈，那8月10号起到8月23号，那我们仍然维持哈二级警戒，好，整体哈这些哈维持的理由，但这2天都跟大家报告过，哦，那疫情现在是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，啊，那也没有突发的哈相关的一些特别的哈事件。好，那观察的时间哈仍然还算短哈，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哈全国二级警戒。那不过哈相关哈既然有提出来的哈相关的一些意见哈，我们也会积极的来跟相关的啊团体或者主管单位哈来做讨论。那原则上大概昨天跟大家报告在游泳池哈，大概在选手哈训练的部分哈，我们那时候就请他们及时可以来开始哈。那至于在哈，我们这次8月10号起之后，哈，我们这里面哈游泳池要哈从不开放的场域中移除哈。那教育部相关的订定的指引哈也已经提来，那方向上哈当然是人流管制哈，那采总量管制，哈，那依水道数及长度的计算可以容留的人数。那分时段入场，那各场次至少间隔30分钟以上进行场地消毒。那采预约制或人员造册，哈，落实入场10连制。游泳池周边的设施包括淋浴间、三温暖、蒸汽室、烤箱及戏水池等暂不开放。那场内避免饮食，好，那如有贩卖部，仅可提供外带的服务。那于场内活动时，除在游泳池内，均应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。那开放游泳的课程，那采10人以下的小班制，那落实员工健康监测并定妥确诊者的应变计划。好，这是一个哈相关的一些指引，那我们也会尽快的来公布。